现在就挂电话好不好？对于明天，你真的一点也不想知道。你说现在请我回家去吧，好不好？难道说谁对谁错真的有那么重要？也许是因为你总是对我太好，结果却让我不由自主地想逃。也许是因为我总是付出太少，而你给我的我都不要。也许是因为你对爱情要求太高，无论我如何努力也做不到。我承认我做不到。时间够长，你就会把我忘掉。你说我们现在就挂电话好不好？对于明天，你真的一点也不想知道。你说现在请我回家去吧，好不好？说谁对谁错真的有那么重要？也许是因为你总是对我太好，结果却让我不由自主地想逃。也许是因为我总是付出太少，而你给我的我都不要。也许是因为你对爱情要求太高，无论我如何努力也做不到。我承认我做不到。也许是因为你总是对我太好，结果却让我不由自主地想逃。也许是因为我总是付出太少，而你给我的我都不要。也许是因为你对爱情要求太高，无论我如何努力也做不到。我承认我做不到。